是不是吧？这个是那个那个一个，四个人的吗？下来了，一定是被架的时候啊，肯定是很激动的。下来了。是那个头等舱的那个乘客，是不是？我知道，是个中年男的，那个穿西服的。抓走了，抓走了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这他们是临时的，是吧？